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海。今天呢，去帮一位朋友搬家。大家还记得楼下住的北京哥们儿吗？因为他就是快要回国了嘛，因为回国了，他就有很多东西要处理，对吧？然后我又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位朋友，然后我们以前也在一起吃过饭，然后也打过球嘛，所以也算是比较熟悉了吧。然后他们两个就聊天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呢，也是刚搬到奥斯汀这边的，所以他也需要给家里面添置东西，刚好呢。他们两个就各取所需吧，但是现在有一些就是大件的东西啊，我们的车都装不下，所以呢就需要租一个小货车。他们两个呢对于货车不是很熟悉，然后我也开过两次，对吧？我就说要不然我来开吧。然后我现在就去找楼下的北京哥们，然后跟他一起开车去另外一位朋友家里面。这楼上楼下住的真是太爽了，哎，可惜就是要回国了呀。不知道，应该是他的吧。这感觉你这一屋子高科技啊！你看看啊，这是当代这个工作人的桌子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可以升降的。How much？ 800块钱吧。800？土豪。走吧，咱们拿瓶水走吧。你看毛毛真是土豪啊，喝水都喝这个。有没有什么就是单身女性啊？毛毛还缺个女朋友。现在去租车，在这边吗？对，这边应该是他们的办公室。这个人也太牛了吧！现在租好了，现在去开车，应该是这种小一点的10 feet 的。对对，他这只能坐两个人。你跟海哥开到我们小区，你先回去吧。毛毛来坐上我的副驾。毛毛你害怕吗？我怕什么呀？我之前坐过这个，我之前坐过好多次。我开车你怕不怕？咋样？挺高的。开过那个？开过小一点的是吧？开过小一点。哎，这是坐大了。我操！这个小，这个、应该是他们最小的吧？这应该是他们最小的十费的，咱们先搬哪一个？坐下试一下。咱们先搬沙发，感觉挺爽的，挺舒服的呀，挺舒服的。我感觉能比宜家那个600-700的。我也坐过，也挺不错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没坐过什么奇奇怪怪的似的，真的是。感觉看着挺干净的，应该没事。海哥，穿上鞋吧。我把鞋先搬着。没事，你先穿上鞋。我们试试重的，重，挺重的，还可以，好重。你把它这样，把它这样，毛毛把它。王，我来，把它，对，你要是起了，那大家就直接出了。出，等一下，行不行？我感觉我一起啊，还好。等一下啊，我看能不能出去。哎，毛毛，这个茶几你要不要？茶几说实话没地方放，没地方放。对。这纸都是要拿来的吗？对，今天都要拿。然后你一个一个搬，一个一个。这毛毛，这买不少呀。对，那个可以搬走。哪个茶几？阳台的，但有点脏，就是。嗯，还有一个小茶几，哎，啊，还有一个这个茶几，搬完了，很快啊。还有啥？还有一个，那个，我扔我车里去了。啊，你放吧，一起放吧，一起放吧。哎呀，出发啊，去卸货。对，弄完就可以还车了，很快，一个半小时就过。你把天天教他怎么吃的中午？不用，他中午吃凉皮儿。你已经买好了？对，昨天买的。开始卸货了啊！这东西不多，东西不多，比我搬家的时候少的太多了。有钉子。哥，这个床感觉挺实在的。这个床多少钱买的？当时？
先架高，架高，你上，能上吗？上不去，上不去啊！等一下，再转一下，再转，行不行？太艰难了，主要是地方太小了，重倒是不重啊。我不是今天才掉，是里边的。没事，坐。什么东西掉了吗？充电器啥的。你如果这样对齐的话，这会凸出来的。就凸吧。你放这吗？你这边不是哦，它这是。这个地方有一个角，对，它有个角，这个角挺那个的，挺奇怪的啊。对啊，它可能更重设计。哎，这样放好，这样放好。就是你睡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比较别扭啊？你躺下试试。这个应该还好吧？这个确实很舒服。对，这上面以后能承受住你，对吧？干一些什么事情？再组装一个床，咱们就结束了。这个是猪哥的强项啊！哎呀，这牛吹出去了，万一没租好怎么办？相信你。好，一人拿一瓶。对。我是第一次喝，我以前在超市好像都没见过这个。来，喝这个。哎，好的，等会儿装这个啊。喝这个。哎，太不容易了，猪哥，你妈妈看到你会辛苦，会伤心的。有的放心，忙了两个星期之后就回去了。是，这个感觉就是竹子床啊。哦，是这样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两个不行。我们是翻过来吗？然后哪是正面，哪是上面？这个是正面。哦，那就从底下。你看这东西一摆，有点像家的样子了，是不是？有点像我家的样子。哦，有点像你家呀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感觉啥都没有，就一个电脑，一个床垫。别说了，我当时第一天来的时候我睡地上。哎，家具就是这样嘛，你慢慢的越积越多，你刚来肯定没什么东西。走吧，你洗一下，咱们撤。现金交货了啊。55。对，55。我买了点柜子。现在去还车了，你把地址发给我一下。对，地址。现在毛毛去还车了，我们这次真的很快啊，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基本上把这些东西全部搞定，然后把车给还回去了。今天中午呢，毛毛请客啊，他说请我和猪哥两个人吃饭。咱们去亚洲餐厅啊，亚洲餐厅。我今天感觉人好多啊，换了个大桌。开枪，饿死！早上都没吃饭。Later， 毛毛走了。很潇洒的身影走了，打手机去了。